第十三课，知错就改。生词，改，改。思想，思想。教育，教育。周游，周游。宣传，宣传。主张，主张。路过，路过。哗啦，哗啦。壁，壁。涛声，涛声。浪，浪。石崖，石崖。弄，弄。外地，外地。钱，钱。蛋，蛋。狂，狂。欣赏，欣赏。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沙滩，沙滩。坑，坑。恰好，恰好。故意，故意。难为，难为。反问，反问。描写，描写。佩服，佩服。孔子，孔子。子路，子路。子贡，子贡。知错就改。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带着他的学生子贡、子路等人周游各国，宣传他的思想和主张。一天，他们路过一个地方，忽然听到轰隆、哗啦的声音。孔子连忙对学生们说：“你们听，山那边又打雷又下雨，咱们快找个地方避避雨吧。”子贡说：“老师，山那边并没有打雷下雨呀，那是大海的涛声。”孔子虽然过很多地方，但是没有见过大海。子贡带着老师和同学爬上山顶，向东一看，只见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望也望不到边。海浪拍打着石崖，发出轰隆、哗啦的声音。这时，孔子觉得口渴得很，说：“子路，你到海边去，弄点海水来喝。”子路刚要走，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大笑，原来是个老渔翁。渔翁笑着说：“你们是外地人吗？那海水又咸又苦，不能喝。”说完，拿出自己带的淡水，让他们喝。忽然，狂风大作，下起了倾盆下雨。老渔翁把他们领进一个山洞里避雨。孔子欣赏着雨中的海景，情不自禁地念起诗来：“风吹海水千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老渔翁听了，摇摇头说：“先生，我觉得千层浪、万点坑不准确，您怎么知道海浪只有一千层浪，沙坑恰好一万点，您数过吗？”孔子觉得老渔翁是故意难为他，反问道：“那您说怎样描写才合适呢？”老渔翁说：“
我看应该改成风吹海水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浪层层，坑点点，就是数也数不清呀。孔子听了，心里很佩服，于是他对学生们说：大家记住，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不但要虚心学习，而且要能知错就改，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呀。这个词的意思中终于弄迷明白了。你怎么又把衣服弄脏了？这张票我弄了好久才弄到。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中国古代是多的故事多得很，讲也讲不完。小华身体不舒服，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负荆请罪，负荆请罪这条成语的意思是身上背着荆条，登门向别人道歉，请求别人惩罚自己。战国时代，赵国有个叫蔺相如的人，因为在外交方面有功，当上了大官。赵国的大将廉颇很不服气，当着很多人说：我们武将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不过当个将军，他蔺相如只靠嘴皮子说话，就当那么大的官，我要好好羞辱羞辱他，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蔺相如知道后，便处处留意，避让廉颇。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一迎面而来，急忙叫收下人把车赶到小巷里避开。手下的人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很不情愿。蔺相如对他们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连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强大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就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好好相处，互相狗攻击，像老虎一样相斗，结果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大事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的问题。此事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十分惭愧，于是他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荆条，到蔺相如家请罪。他跪下，真诚说：我是个粗人，真想不到您对我如此宽容，请您用荆条抽打我吧。蔺相如把廉颇扶起来，从此两人成为知心朋友。思想、理想、梦想、心想。外国、外面、外语、外婆。地方、地位、地球、地点。佩服、衣服、舒服、西服。教育、教学、教堂、教法。
欣赏佛堂谈话淡水沙滩困难哗啦华人禁止森林成功微风狂风逛街恰当合作描写猫咪落地满足广告宣传，周游各国，欣赏风景，令人佩服。描写语法，路过北京，看到电影里的那个孩子因为没钱不能上学，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我家的小黄狗迎面跑过来，故意摔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又爬起来跑开了。我哥哥学习好，又有许多特长，我真佩服他呀。爸爸去外地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能回来。你的照片照得挺不错吗？快拿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他才学了一个月汉语，你让他唱中文歌不是为难他吗？从我家到学校，路过两家银行。今年爸爸的生日恰好是个星期天。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描写得很生动逼真，老师讲了好几遍，我也弄不明白。妹妹把我的铅笔弄坏了，喝了吧，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弄衣服洗干净。丽丽，晚上想吃点什么？妈妈弄晚饭给你吃，你看你，这么快就把新衣服弄脏了。天上的星星多得数也数不清，弟弟病了，妈妈着急的吃不下，睡也睡不好。今天的作业太多了，做了一个晚上也做不完。如今，大多数人都在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而不断努力着，有的人甚至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样在无数个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的日子里挣扎着弄到了钱，就能说是得到幸福了吗？人们总是欣赏和佩服那些有钱人，可金钱虽然买得到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不一定意味着能得到幸福。金钱不是万能的，它不但买不到真正的爱情、真挚的友情、健康的身体和长寿的生命，有的时候还可能引起或造成兄弟之间的争吵，结婚的终结，将爱情变成仇恨，甚至带来战争和暴力。如果想真正得到幸福，除了金钱以外，还有许许多多需要我们用真心真意去争取的东西。大多数人为了得到什么不断努力着，金钱。为了得到钱，有人甚至拿生命冒险。钱买得到舒适的物质生活。钱可能会引起或造成兄弟之间的争吵。这篇文章讲了一个什么道理？要想得到幸福，
除了金钱，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用真心真意去争取的东西。孔子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没有见过大海。子贡带着老师和同学爬上山顶，向东一看，只见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望也望不到边。再见。